上次我拍了这个总训的视频嘛，那个里面我说慢慢的现在会改这个总训的事情，不过呢这一段时间啊，又发生了两次的事情，我觉得还没有变，还是一样。今天呢我就告诉你们了，一边我就祝老师们还有告诉你们为什么。大家好，我是满人。有一次呢，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，吃那个中午拿来的那些鱼嘛，还有里面有那些皮梗，我们就是放了骨头在那个碗里面。第二天厨师洗碗的时候，他碰到那个骨头，他就生气了。老板来问我，你们放了什么？为什么厨师生气？厨师说我以后不做饭了，如果我第下一次看到骨头，因为他觉得看到骨头就是不脏，就是脏了嘛，这个婆罗门。他碰到那个骨头是吧，不洁净了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我讲的我的视频里面就是印度教里面洁净万的吗？如果没有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视频啊。这是印度教里面吃素的，就是洁净的；吃肉的，就是不洁净的。刚好我们厨师就是一个婆罗门，他就啊看到了，就是很多不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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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说了，好了好了，拜托你不要走，你就是在这里，我以后不吃肉了，在这里。当时我说那个直播里面这个人家都不理解嘛，不过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吧。但是呢，那个还是去年的事情了，不过最近呢又发生了一次。我都已经看好了房子，价格也好了，我去房东那边给他钱，还有已经开始办了嘛。不过房东说就这里呢就不可以吃肉，不可以做肉，我就惊呆了。因为是我是这边跑回来，因为是家里不可以吃肉，不可以猪肉来，真的是，我就觉得这个种姓的还是有一点关了在这边，因为他们也要像婆罗门一样嘛，不知道他是婆罗门还是什么，都没有关，我就回来，我又要找一个另外一个地方。大家都想要就是婆罗门一样嘛，就吃素的就是高级的嘛，他们就是货比他们。还有呢一个更搞笑的事情，前面呢我的弟弟不是要相亲吗，后面去年的时候他们要看那个女的要结婚，他们觉得我的女朋友就是我喜欢一个女朋友嘛，她是一个外国人，如果结婚了他们是外国人了嘛，吃肉啊这些，他们的想法就是如果 Vicky 结婚了就是这个怎么讲，种姓的就是不一样的，跟外国人结婚跟一样的人结婚就种姓不一样。就是现在我跟我的弟弟说，如果你要管你不用结婚，我还是喜欢那个小姐姐。我弟弟说好吧，我就找一个女生就是也喜欢这种的，他就找到了。他的老婆是呢一直 open mind， 是一个医生。我就是开心，我就是没有这个担心，我可以喜欢那个小姐姐。现在呢我就等着挣钱买房结婚，不过这个疫情如果一直拉这么长，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几年才结婚，已经老了，胡子都白了。相亲，有一些人呢不跟 Vicky 相亲，因为是 Vicky 的哥哥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嘛，还有他们觉得种姓会变的，如果外国人结婚。他们还活着一百年以前的，真是的。那我就是一这样呢，我就想起来了，我看过一个电影，就是那个里面电影里面呢，那个男的不跟一样的种姓结婚啊，他的哥哥就生气了，还杀他了。他们真的活着一百年以前，老老的想法。现在也有啊，真的，我本来觉得妈妈已经改变了，不过现在还是有。忘记了今天就是放了笋子啊，因为我们这里放了笋子，整个房间都很臭啊。人家一进来，他们觉得很臭。下一次呢，我就种完了以后才放笋子，就不臭，也好吃。最重要的是好吃。今天呢，给你们拍视频啊，就是水都干了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，我要加水。如果你们这第一次看视频的话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不是我的家，
有的呢，我的猫的猫屋子都烧了，我就想搬家了。我觉得这样不公平，猫也是一个生命。Lucy， 他猫，我的猫都不让碰，它得牙的，它跑得最快。手抓吃。还没有热，这个东西呢，昨天才到的，昨天到了我就吃了很多。我现在我想减肥的那个梦已经 broke 没了，我不会减肥，一个月放假，很多吃的东西来了。肉麻手发了很多，谢谢肉麻。我的这个粮，龙家的丁姑，好了。好酸，好舒服，好久没有吃，我的螺蛳粉两个月就没了。等一下，一点都不好吃，一点都不好吃。一点都不好吃。看那里，说拜拜，拜拜了，我是马努，拜拜。